我终于从台北唱到了东北。他还蛮稳的，右手是前进，左手是赛后，左手是上车。你不要就这样骑下去了，他紧张了，慢慢的。标准大连话教程第一课，南门，东南西北的南，南门，得请，得请，拐笛，终于来到了东北，然后让大家体会到底是有多冷，反正一样都不秀，今天。麻烦大家啦！女神唱歌，我们表演，林宝开心，大连！我终于从台北唱到了东北。等待是多余，眼前的风景都是你给我的美丽。我是大连本地人。放了假就从重庆飞回来看演唱会了。从沈阳来的。沈阳。吉林长春。盘锦，大概4个多小时车程。特意为他来的。但我今天的嗓子呢，非常的听使坏，也非常的性感。那我们还是来神唱看看好不好？也许在你的故事，而只是一时快乐，只是一个励志，擦掉了名字，转过身再开始。但是在我的故事，爱是一辈子。我觉得呢，我今天差一点点就完美，但是因为有现场的你们，我其实今天还是等于完美了。